绿色消费这个所有的环保标章的商品啊，在今天的宣导卖完以后，我们平常的时间呢会在我们中心里的活动中心有展示，是每周三吗？好，每周一跟星期三，每周一每周三的上午半天而已啊，到十一点半啊，就是每周一三的上午半天啊，在我们的中心里活动中心还是一样有卖这些的环保标章的商品啊。所以今天在这边展示，你如果没有带到钱来，没有买到啊，你们可以回去先打这个。那待会啊，你们把这个环保碗筷啊，在现场用完以后啊，请放在我们这个旁边，请不要带回家了啊。